嘎子煮，带你去过嘎料哦。黑乌鱼哈，水果发酵的，像他做这个，一个月没睡觉了。我们就把这些顶重的哈，跟洗鸡头也一起用。我超爱猪油的，猪油，我差点叫成名猪油哎。客家用钱赞助你，丢出沙皮好料理。客家文化出创也一盘米奇木琼油，红萝卜色发蜡笔包，保证你一生年都痛唔脱。要做的是念菜吗？是谁喜欢吃的？老实说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开出格格出好菜，把变色菜鸡最爱。那我们隆重的欢迎。龙虾先生，你擅长用跳虎爆料定进步做出来哦，那是料理魔法师呢。哇，一家之主，抢赢了一些破牌哦。大礼拜三到礼拜五，下主挑三条，我记得数款哦。